后一次。哇，鞋子进了我的鞋子了。对，人家刚才都说了，像我们这种矮腰的话，你就要把这个鞋帮藏在裤子里面，它不太容易进，把它拿下来。已经进去了。你觉得我现在躺下来怎么样？我的衣服都会脏，对吧？对啊，肯定会湿。好了，记得我给你带衣服。很开心。你已经非常圆满的看到了下雪。对对对，不是人造的。对。虽然没有日出，不过 OK。可以吃吗？你觉得？不过这里是工业区，空气非常肮脏，所以特别好。